好大颗啊，个头好大。你看它这个应该算是个水果，应该是水果吧，这个是晒干的，外面有一层皮，然后这里面有这个线，把这个线给它拽着。那你可以吃了，里面有种子，一个个它这个是酸甜口，糯叽叽的，不是特别特别酸，酸甜，还挺开胃。这个我之前买过，但是上次买都是用小果，你看这次它好大，姐们，它这个果子不打农药，如果你吃的时候发现有坏果的话，你就可以拍照给客服，咱这个坏果还赔。酸酸甜甜的，吃一个之后还想吃，这是丝儿。这个比刚才我第一个吃的还便宜点，纯天然的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放个小一点，小一点那小。它这个虚的是这样的，抓在这个果子上。好吃呀，酸酸甜甜。我之前在昆明的时候吃过那个他做的那个酸角糕，就可好吃了。